安徒生故事，老婆婆的伯伯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对年老的夫妇，他们住了在乡村里面。拜耶公啊，我们的屋顶穿了个大窿啊。是咩？看下，哦，平时我哋屋企都冇咩阳光嘅，而家有个窿，有啲阳光射入嚟，都几好啊！你真系啊！落雨点算好啊？唉，不过如果叫人嚟维修会好贵噶，我哋又冇咁多钱。咁又系。